血管性痴呆是与脑血管病因素有关的一个痴呆，统称为血管性痴呆，是引起老年痴呆的第二大的病因，在痴呆中占10%到50%。病史中呢，只要反复多次的卒中，多见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，然后多数病人都有高血压病史，病程呈阶梯性的进展，逐渐加重。但脑血管病痴呆一旦发生，就表明有大量的神经细胞的坏死，这种坏死是不可逆的，且脑血管病还可以反复发作，所以脑血管病性痴呆是不能完全治愈的。现代医学对于血管性痴呆治疗还没有满意的一个手段，临床上呢，常用脑血管扩张剂，然后中枢神经系统的保护剂、抑制类药以及和神经递质有关的药物进行治疗，但都不能取得明确的一个治疗效果。因此，目前阶段呢，血管性痴呆还不能通过治疗而治愈。现有治疗的目的主要是进行早期的干预，然后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，控制行为和精神症状，然后延缓痴呆的进展。一旦到了痴呆的中末期，治疗效果就微乎其微了。目前呢，中医中药疗法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，正在逐步的探索和研究中。